ground shake.啊，糟糕，快迟到了，赶快上班啊！我的车好像停在门口啊，学长不知道在不在、啊。哦，他们好像在那个桥那边执勤啊，去找他们一下。我要开个警铃。他们在这边做例行检查。很多人问我那个中文 IP 还有没有继续拍。两个礼拜前呢，有收到通知，就是他们这个中文 IP 呢已经确认终止营运了，因为多次遭到那个攻击，就是可能骇客攻击吧还是什么的，那资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，所以他们中文 IP 呢就是已经终止营运了。所以呢，未来会不会有中文 RP 呢？我不知道。那我据我所知道是，也有一些人在开发新的 RP 伺服器。那未来不晓得它会不会会不会持续下去啦？因为说实在，做伺服是还蛮花时间跟金钱去维护他们的。那当然，如果有的话，也是很好啊。对，那中文 RP 的部分呢，目前就不会再继续的更新下去了。所以我们目前如果要玩警察模组的话呢，我应该还是会拍一些简单的剧情吧。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咯。